所以设法界也不是真的，设法界是假的。啊，超越设法界到哪里去呢？这就像做梦一样，你想醒过来，醒过来说你本来是佛。啊，那个境界叫十报庄严土，是真实的果报，不是假的了。啊，设法界六道都是假的。 都不是真实果报，啊，唯有十报土那是真实的。啊，真假在佛法里面的定义它很简单，假的它会变，啊，它有变化那就不是真的，啊，你比如六道里面我们的人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啊，动物都有生老病死，这是假的。 无常啊，植物有生住一灭，是。